我干爸和亲哥来了。Hello， 好久不见。看看我累的是我费劲的啊，太累了。干啥费劲呢？看我干爸新提的车呀，真气派呀！西装都穿上了，白衬衫，领带呢？领带不带了。上楼。我干爸说来我岳父新家不能空手，得买那个纸啊，还有洗衣液是吧？我小时候记得是买火柴吧？以前是火柴。现在还有卖火柴的吗？现在没卖火柴的。你们开多长时间车？开车慢，两个小时半吧。你舍不得开吧？新车。对呀、啊。等会儿龙哥就来了。一百，开一百。看我干爸，风衣都穿上了，太有气派了。这是买一个就行，金哥，你整多了，你用不了啊。好久不见，龙哥，把车开地下去。地下二楼。龙哥好，龙哥。好。哎呀，龙哥又买一坨这玩意儿，这都买这么多了。哎呀，这头型，哎呦我老，这方便面头型多好啊！我给你穿那 T 的，我好几天没敢出门，我都。好看，挺帅的。放地下就行，东西。是不是这小轿车啊？嗯，孩子，等会儿抱过来，让干爸让你们歇一歇。你们在这坐着，喝咖啡还喝茶？我喝茶。金哥呢？都喝茶呗。我知道了，都不参观参观我岳父房子？参观完了，太参观了。啥时候参观了？你外面没参观呢？外边去看了，外面都湿了。有拖鞋。哎呀，这个挺好啊。嗯。啊、哦，桌子也准备上了。哦，是有个桌子。哎呦，这个、这是你准备要干啥呀？这个防腐木，到时候围这个一圈。啊。围栏。啊，自己弄啊。找龙哥帮忙呗。我家在那边，过这个马路就是。啊。是我岳父就看这房子阳台好买的。行，来。夏天来来。啊来。啊。没事过来溜达来。过来。夏天啥呀？过两天再来。两个小时就到了。我给你们沏点茶，坐着。喝点茶吧。等会儿我师傅还来呢，然后招呼我姐夫，咱们一起吃顿饭。记者也来了。啊，开车往这来的。我师傅在工地干活来的。你姐夫呢？我姐夫上饼店了。等会儿呢，等我师傅到了，然后咱们就去吃饭去。行。然后让我姐夫过来。认识是不？都在视频里边看过呀。我师傅来电话了，我去接他去。师傅好，下午好，干啥呀？还在了，是老乡，下楼接你来了，看见没？胖了，老胖了，我现在。上楼师傅。哎呀，他俩上阳台了，在外面呢，去看看溜达溜达。完了，给自己锁那个了，出去不来了，不管他俩。你俩在外面慢慢吧，喝茶吧。干啥呀？这咋的了，干爸？嗯，待会儿呗，晒晒太阳多好。扣这个，对。在外面怎么还开不了？外面开不了，这个。接我师傅回来，他俩在外面进不来了。这我师傅应该看我视频的网友有认识的啊。以前也是跟我们一起工作了，是我在非洲认识的师傅，教我开船了的。嗯，我师傅开几个小时车过来？开三个多小时车过来，二百六七十公里。哎呀，我们还开两个小时。韩国的话，三个小时就够长了，是走了一半了都。你开六个小时都能走到头，走一半了。现在我们准备出去吃饭，我来接我姐夫来了。哎呀呀！这我姐夫啊，我干爸这个，然后这金哥，然后这我师傅啊，龙哥，我在视频里都见过啊。你是沈阳的吗？
不是、那个、柳河啊，门河口的是吧？嗯，我看着你们几个一点都不陌生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视频也看见了。嗯，那个你们都你干嘛？这年轻，累死我哈！年轻啊！走，咱们吃饭去。经常在我视频里出现的人物，今天都来了，知道吗？把衣服放这去，放边上，放边上。龙哥把那个啥，吃点炒菜。啊，你点吧。你点那想吃啥？龙哥，吃点炒菜啥的，我点呢。第一次见面都说不是，喝点就好了。但是感觉不陌生是不？一点不陌生。嗯。你俩看，人家见着你干嘛？上次见过龙哥。嗯，我们是现实好像第一次见面，是对，没有陌生感是吧？没有，没有。我能喝，我喝点。我看你们酒的，这我师傅呢，原来是在非洲教我开船了的，我们是在非洲认识的，然后来韩国呢，就是跟我干工地，然后我又去工厂了啊，然后认识的龙哥、金哥，我干爸，然后我又带我师傅去那个工厂干活去，啊，然后师傅。你给我姐夫陪好了啊！我师傅有料，金哥都有料，是金哥也有料，真的姐夫，你这里好像谁都喝不过。欢迎我干爸啊，金哥、龙哥，我师傅还有我姐夫啊，来参加我儿的周岁宴。然后呢，咱们希望来这块尽兴啊。我们能提前来，因为你们第二天来吧，回去还得。开车喝不了酒，所以就提前我让过来了啊，在一起叙叙旧多好啊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刚才龙哥说特别特别特别对啊，我们现实生活中第一次见，第一次，没过，但一点没有违和感，就一下子就、啊、对就拉到这个地步，没有啥隔阂。是，确实啊，我们多见过。干爸，你尝尝肉串，姐夫尝尝这边串，啊，师傅吃。你不能管那个文龙干爸去怎么称呼啊？领导叫领导，我们叫领导。那我也不能随便你们叫领导也行，叫领导。姐夫，我干爸对我们就是非常好啊，也许都是咱们中国朝鲜族的嘛，一个民族，然后在异国他乡是带我们一起干活啥的。咱那块非常关照，是吧，林哥？包括龙哥呀，我师傅啊，我们原先都是跟我干爸他们一起干活，手下，所以得叫领导，照顾我们啊。我干爸来这边也很多年了，一直在这个公司，非常关照。挺好，还年轻，还帅啊！啊啊！在异国他乡啊，能碰着一个好的领导，非常不容易，是不是？我先敬那个领导一个，这个是文东的干爸，因为文东一直说啊，说金哥就行，一直叫金哥，叫金哥，哎，不好啊，没事，干爸叫金哥，在这儿呢，这金哥在这儿呢，我在这儿呢，然后一直说你啊，都特别，做到今天的时候也特别感激你，原来在，你坐着坐着，不是你坐着。单独我姐夫在国内也是领导。现在我们已经吃完饭了，他们非要上饼店看看我妈呀。我姐夫还有我干爸没来呀，我妈看谁来了，他们要来这看看你呀，我们刚吃完饭啊。舅妈，我差点没走丢了，你这么要啊？遛我们呢？什么遛你们？我不告诉你吗？往这边走。哎，我干爸。我的。我妈手有油。哎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老婆你可别得这么说呀。阿妈，阿妈，你跟我干爸都是一个地方的。运动也跳过去了，我全买。我妈给我姐夫做泥鳅鱼汤呢，今天晚上我爸也回来。干爸，你想喝不泥鳅鱼汤？对呀、啊。那今天晚上你们在这吃啊，我拿回去一点，完咱们在那吃也行。那你说明天早晨怎么吃啊？明天早上呢，我就领他们吃点那个抻面啥的。
早餐。那一顿过来给你吃个点点。啊，就吃中午的。那一个没落了。行，不是今天晚上。啊，就那个那。今天晚上我就打包。你八分天的整那个给是。就那个那一个没落了。啊，行。那个那个。呵呵呵。今天晚上咱们也喝你舅一汤，然后尝尝我妈做的那小咸菜啥的。您不都吃过吗？嗯，吃过。这么吃挺好吧？完了，家里边酒啥的咱们都有，行吧？要不在都在饼店吃吧？你看就这么点地方坐不下，是不是？就要这个紧凑的感觉。现在又来我家了，非得要看看孩子啥的。哎呀，儿子！哎，大哥哟，进坐着坐着。坐着是吧？啊，龙哥，坐着。你在身上。儿子。招蒙我是这么看看我。都是喜欢你叔叔的吗？妈。再见，能上分桌了。都看了好几次了，金哥、龙哥。嗯，哎呦，还真过去呢。你爸，你老来，快去。龙叔，我一抱他，他就哭了。搁那捡，没事儿，让他歇歇。沉不沉？要哭了，要哭了，要哭了。去那个长春的，来换一个，换一个。还够呢，你看。他一看这家伙跟爸爸长得挺像啊。那个二百，我干爸，你没长个呀？你没长个呀？爸，你二百抱抱。抱抱，抱抱。有酒味，有酒味。OK。OK。你看我干爸年轻不吗？啊，年轻。哎，咱们多吧，咱们过去吧。哎，五十八了。啊？五十八了。哦，比我妈大一岁。哎，这坡多了多少不是吧哟？喂。坡多能走的噶。嗯，打鼓掌。有点子。哎，现在我们已经回家睡觉了，我姐夫跟龙哥在这睡，我师傅和金哥在那睡，我干爸在大屋睡。嫌乎他们打呼噜呢，我自己在小屋睡。